So you told the sheriff that you were walking to Nebraska? That's right. To get my $1 million. This is Woody Grant. We are now authorized to pay $1 million to Woodrow T. Grant of Billings, Montana. This is his son. You didn't win anything. It's a complete scam. So you gotta stop this, okay? I'm running out of time. This is his wife. I never knew the son of a bitch even wanted to be a millionaire. He should have thought about that years ago and worked for it. How much longer is he gonna be around? What's the harm in letting him have his little fantasy for just a couple more days? This is his family. Woody, here's the talk of the town. Why didn't you tell us you was rich, Woody? David said not to. You got it on you. Yeah, we sure would like to see what $1 million looks like. And this is the problem. God damn, Woody Grant's a millionaire. This crown is on Woody. If Woody hit it rich, and I don't see any of it, that would be wrong. Are you threatening my family? Everybody's saying how Woody Grant's a millionaire. That's no big deal. No big deal? Jeez. A million here, a million there. Well, the newspaper's gonna do a big write-up on you. Honestly, right? Woody didn't win anything. You're a damn liar. Hey. Okay. 大家好，欢迎收看《异想世界》，我是张凯英。奥斯卡金奖编导亚历山大·潘恩本周推出新片《内布拉斯加》，很高兴再度邀请到影评人膝关节来到现场，我们分享。膝关节好，欢迎来到《异想世界》。凯英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这周要请膝关节帮我们介绍，就是非常好看的黑白电影《内布拉斯加》。但其实很特别的是，导演他一开始的时候是用彩色拍的，就在后制的时候才决定说，用黑白拍好像更符合他这部片的风格。那可不可以就是请膝关节帮我们介绍一下这部片的电影本事，还有导演的背景？导演本身是一个学电影的人哦，而且他专长，我们先讲 Alexander Payne， 他就是一个喜欢去勾勒小人物。他在一段人生旅途当中的一个成长路程，所以如果大家熟悉他的作品的话，不管是从那个寻找新方向、新的方向，以及之前有乔治·克鲁尼演的那个《继承人生》，你都发现他的一个题材，他并不是在拍好莱坞所推崇的那种类型片，他所擅长的是去拍这些小人物在经历一段旅程之后他自己的一个改变些什么，可能是他跟周遭人的一些互动的一个结构，所以我觉得亚历山大潘他擅长拍这样子的一个题材。那今天我们要讲的这部《内布拉斯加》他讲的就是一个，你知道现在诈骗集团很多嘛，或是广告行销手法很多不同新的方式，那因为这老贝贝呢，他就是拿到一张单子，上面说恭喜你，如果下面的号码是几号的话，你就会成为我们的百万得主。可是你知道吗？大家只看到百万得主，中间那一行，如果你的号码跟我们的一样的话，那行字都没看见。他就觉得说我拿到一个中奖单子，那因为旁边的人都会觉得说这是骗人的，你不要去。但这个老贝贝就觉得说，反正我都已经是一个花甲之年了，我觉得我年纪很大了，我好像没什么乐趣的。我觉得突然拿到一张这个中奖券的告示，我就姑且相信我中奖了，因为人生总是需要尝试去相信一点什么，你的生活才能够有乐观的态度，去耕耘你的生活。他的妻子跟他感情感觉没有到很好，每天在斗嘴，他的孩子跟他的关系有点疏离，所以呢，他觉得说那不如这样好了，我自己去领奖，所以他就进行了一趟公路之旅，他想要去领奖。可他儿子觉得说，老爸这是骗人的啦，你不要去，你去没有用嘛，你一定领不到那个$100万的，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这个时候他老爸还是觉得不管，我就是要去，所以旁人都怎么劝他，他还是觉得我就是要去，我就是亲眼领到那个钱那个奖金我才会甘弯。是儿子讲说，哈，算了吧，那老爸这么坚持，不如我就陪你去一趟，让你觉得你心愿可以怎么样再说吧，但我觉得我跟你在这几天的一个相处过程，我们反正父子俩也没有什么时间可以相聚，不如就趁这一段陪着老爸的对讲之旅，去多一些亲子之间的心灵沟通也好，或者是很真实的陪伴，
陪你聊两句话，很无聊的时候没有关系，重点是儿子在陪爸爸。对，我觉得亚历山大潘他有拍出这种亲子之间其实那种很微妙的一个距离，我觉得这是这个片最耐人寻味之处。嗯，那当然他用一个彩色在转黑白哦，老实说对于一般观众而言可能会有点却步。嗯，因为毕竟观众要去接受一部黑白片不太容易，大家已经很习惯很缤纷的色泽啊。这个时候我觉得内布拉斯加他就是试图要去呼唤观众你内心里面那一块跟不管是亲情或者感情哦，这个情感上那个连结其实大部分的人可能没有时间去照顾。嗯，我们通常都是看到电影的里面的角色在耕耘这一块，可是现实生活中观众大部分是没有的。嗯哼，所以我觉得借由一个黑白的二分法的色泽，我觉得可以让你在看这些东西的时候你会觉得更有一种影像的魔力。嗯，因为你平常看这些如果你看到是一个彩色片你会觉得我好像在看某个什么人生剧展或是一个通俗剧的东西而已。嗯，可是当它成为一个黑白色泽的时候你就会去感受到那个角色之间已经不是只是非黑即白的东西的，它还有讲很多道德上面的两难。对对，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亚历山大潘恩在过去那么多作品都是彩色的，我们刚才讲了几部都是彩色的，到这部突然变黑白你就突然间觉得哎，好像有点特别。嗯，可是如果他从头到尾都是用黑白的底片去拍他会更贵，是，所以他已经选择一个比较便宜的拍法了。嗯，对，嗯，其实就是内布拉斯加其实就是亚历山大潘恩他自己的故乡，所以就是导演用黑白片的手法来呈现他的故乡其实是有一点点就是田园诗的那种风情的，是有一点点这种感觉。那刚刚膝关节其实讲到说他过去的近期的几部作品都是在讲家庭啊或者是亲情之间的这个关系，那其实想要请膝关节帮我们讲一下，就是在那部拉斯加里面其实就是男主角这个已经高龄78岁的这个爷爷，他其实是用一种黑色幽默的方式在挑战这个家庭的这个概念的，可不可以就是请就是膝关节帮我们讲一下家庭这个概念在亚历山大潘恩里面的作品里面的一个就是定位在哪里？我觉得当然定位是蛮明确的，因为不管是寻找新方向就两个中年男子的品酒之旅，嗯，他们觉得能够短暂的逃离家庭感觉好快乐哦，嗯，两个男人就可以一路无所事事假借品酒之旅然后行自我放松之喜，放逐之旅这样子，放逐自己讲的太严肃了，我觉得放松，他就去放松，对，因为家庭它相对的代表就是一个责任，所以其实我会想说这责任这个东西在他这几部片里面都有一些凿痕，寻找新方向，就是去品酒嘛 ，Sideways， 然后这个片，他就去品酒的过程当中，我重新把责任都丢掉了，我就觉得哇，我们过得很愉快。可是到最后你还是要回来面对这个责任问题。对。那新的方向 About Schmidt 是那个 Jack Nicholson 这部作品，因为他丧偶，嗯，我已经很老了，我太太又走了，我没有方向了，嗯，我不晓得我人生要承担什么样的东西，嗯，才能够让我继续过下去。嗯，他讲是当我一切责任都了去的时候，我该干嘛？嗯，不知道哎，嗯，所以其实有一种很空无。寂寞无助可是我不知道干嘛好像又很快乐，嗯，我是什么不知道，嗯，所以那个情感是比较复杂的，嗯，哼，那继承人生是因为讲的是乔治克隆尼，因为他的太太出了一个意外导致于昏迷，结果才发现原来太太竟然给他戴绿帽，身为一个丈夫的责任好像有点古怪，嗯，在这个时候好像在调侃这个丈夫，你过去怎么没有好好经营这段 婚姻之道，嗯，结果太太在外面有小王都不知道，所以他试图还要去了解小王在干嘛，嗯，他想要了解啊，原来我过去这么疏于照顾我的太太，那个责任的重新唤起，嗯，我觉得那个部分是有意思的，嗯，那部分是他也是啊，这个儿子平常没有什么机会跟父亲聊天，即便住在同一个屋檐下，也没有什么机会去沟通，嗯，然后另外一个儿子更没有什么尽到什么责任，因为他另外一个儿子在做新闻主播，对，也许大家更熟悉了，嗯。他就是想要在大家面前当一个场面王，嗯，然后跟大家场面结束完之后，他就过自己逍遥日子去了，他不用尽什么家庭责任的，嗯，所以内布拉斯加这个片，我觉得他一贯的去讨论这样子的一个家庭责任，虽然讲这样子很沉重，可是其实他拍摄的一个
节奏跟风格是比较诙谐的。那刚才主持人提到他片中你觉得那个老爷爷他用一种黑色幽默的方式去演，我是觉得因为他有会一些出其不意的斗嘴，对，会去跟他儿子调侃，会挖苦，对，我倒觉得这个部分是这样子的角色里面会，也许 Jack Nicholson 来演也蛮适合的，可是今天这个老爷爷他演的时候就比较没有那么的不羁的感觉，对，因为他演就是你看他起来蛮和蔼的，你就很难想象一个很和蔼的人会讲出一两句很挖苦的话，如果是伍迪艾伦讲，你不会觉得很奇怪，就觉得很奇怪，可他演就觉得啊，那个看起来很忠厚老实，怎么还会蹦出一两句挖苦儿子，或者调侃太太啊，去挖苦别人的话，我觉得这些的台词的撰写上都挺有意思的，我觉得生活上就是一连串这种很无聊的琐碎而堆积而成的，这样子的一个电影其实是不太容易被拍出来的，但是亚历山大·潘他就是有能耐去掌握这些氛围节奏，然后一步一步的把你推到你的内心里面去看这样的一个角色，你会去认同他，你会去喜欢他，